演艺圈出名的黄金圣女舒淇，五号因为和绯闻男友冯德伦聚会被狗仔偷拍，干脆抢先在网络曝光合照，疑似公开认爱。这段纠葛长达19年的感情再度引发关注。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她这样的举动其实是和好姐妹林心如到日本度假时一起讨论出来的认爱计划。舒淇一直以来都没有正式承认和冯德伦的恋情。台湾媒体报道，她5月出国时和林心如聊了很多感情事，双方都鼓励彼此要勇敢追爱。林心如坦承正和霍建华交往中，回台湾后和男友沟通便达到共识，在520当天认爱。舒淇见状也采取阶段式认爱，经由po照和贴文测试冯德伦的反应，期待最后能和好友一样将恋情公开。不过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是他和男方将合作芯片纵横四海，可能是要借由绯闻来拉声势。而对于姐妹俩是否合谋认爱，林心如和舒淇的经纪人目前都没有任何回应。